2021年11月19日，魔法大师梅林，双生火焰的疗愈传导 Galaxy Girl， 译者扬声传导。同学们好，天哪，这是多么明亮闪亮的面孔，多么热切的听众啊！我是你们的魔法和科学教授，我是梅林。今天我被请求为你们准备一堂速成课，你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我的学生，或者至少已经是10000年的学生了。我们在不同的生命周期中学习这些和那些知识，在这些领域，你们记得你们学到了什么？这确实是最有帮助的，不是吗？可惜在充满迷雾和黑暗的领域中，你们完全记不得了，但这种情况正在迅速消除，这是游戏体验和学习的一部分。因为从每一个角度，每一个生命和周围的经历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吸取教训，那不正确吗？因为你们会从国王或平民的角度看到不同的课程，你们不是吗？根据你们的观点，你们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人性及其价值。作为被爱的人或被爱唾弃的人，你们会感受到不同的爱。梅林坐下了，开始抽他那根扭曲的巫师的长烟斗。不，我喜欢把它称为我的教学工具。他开始吹出紫色闪亮的烟雾。我喜欢那个，我看到闪烁的星星，行星的形成，从地面诞生，并沿着烟雾缭绕的田野奔跑的动物形状。总有一个开始的吧，不然怎么可能存在一个无限宇宙呢？几千年来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。他在笑，他的眼睛皱巴巴的闪烁着。 Galaxy Girl， 你有问题要提问吗？我哦，梅林，我们在这里都很努力，我们太累了，你们能谈谈我们从碳到水晶的变化吗？亲爱的，那是炼金术，你们已经忘记你们的课程了吗？没关系，我们只是把你们的身体炼金成更合适的、坚不可摧的更高维度形式，进入神的身体。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。你们的文化将神称为外星人，他们很可能拥有更高维度的形态，正如你们所愿。谁可能对数学和科学公式、磁力推进和吸热转换器等等有更高维度的理解呢？那会是你们，因为你们将能够保持振动。是的，那是更高维度的概念。地球的石器时代将不再存在，所以当然你们会很累。你们是否在用爱和温柔的照顾来照顾你们的身体呢？你们是否在编码你们自己的宇宙，并用营养丰富的食物和能量来填充它呢？在你们接受他们的祝福之前，你们是否在炼金你们的食物和水呢？简单的说，你们正在变成水晶，但盖亚也是，这是令人兴奋的部分。你们和他一起提升振动频率，一切都在他身上。我喜欢这个问答环节， Galaxy Girl， 这是个好问题。你还有其他问题吗？我想知道我们的双生火焰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提问，因为我知道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故事。我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都经历过深深的痛苦，你们的另一半需要疗愈。是的，这是一个痛苦的领域，但痛苦会带来成长，成长会带来疗愈，整个领域都在被疗愈，因此双生火焰关系当然也会被疗愈。你们真的不必担心这个，因为一切都在神圣的时间里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你们的感知会被拓宽，所以你们会更富有同情心，更开放，更完整。当你们完整时，你们就在震动中对齐，让你们的完整与你们相遇。但实际上，对自己所处的位置和与谁在一起感到非常满意并没有错。永远不要低估灵魂家族之爱的力量。你们可能已经在一起数百年了，而且你们的关系很深，所以光的学生们，
我们都是源头的各个面相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们都是六翼天使的眼睛，拥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观、爱情观，以及真正过着伟大冒险的经历。生命是伟大的，它会在你们的领域再次扩展为魔法和奇迹。我，梅林，你们能教我们一些魔法吗？学生们，魔法不仅在你们体内，而且它就是你们自己。你们是魔术师，你们的意图创造了涟漪，你们的意图，你们的行动，你们的真诚，你们的高振动频率，这就是振动将它拉向你们的魔力。心平气和地了解这个，练习古老的艺术。你们是一个古老的存在，你们可能已经认识他们了。回忆一下吧。梅林把紫色的烟雾动物吹回他的烟斗，紫色闪光的烟雾被吸回烟斗中。记住 Galaxy Girl， 这纯粹是一个教具啊，但我确实喜欢我的烟斗，我创造了我希望看到的图像，就像你们在生活中创造了需要观看或学习的图像一样。请记住，烟雾和镜子正在被移除，你们的领域曾被阴影笼罩，这是提升。清澈的微风，美丽的天空，水晶的身体。现在，同学们，这很重要。知晓你们可以创造你们希望看到的现实，就像我用烟斗一样。在我的脑海中，我有形象，我创造了画面，明确你们想要的东西，感觉它已经是你们的，并感受到那种感激之情。感恩是一块巨大的磁铁，我很感激你们。现在我要去上今晚的另一节课了。我，谢谢你参加这次的问答环节，梅林。是的，是的 ，Galaxy Girl， 我很乐意这样做。他拍了拍我的头，然后离开了。